不可能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有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记忆，我的人生是完整的。我不可能是别人的第二人格，更不可能是别人的一场梦。小圆，江小圆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不会让你一个人的。 我想知道是我脑子出现了问题，还是你们当教授不能告诉我？其实，我以前总是想查明真相，可是现在知道了之后。 我又很害怕。哎，武士！哎，武士！哎，武士！武士！我男朋友在里面。让一下！让一下！不要让一下！